四姐妹一年到头都用肚子致富，背后隐情让人心酸又悲哀。非常感谢你能打开我的文章，接下来在的这些内容，哪怕只能给你产生一丝丝帮助，我也特别开心，真诚的感谢哦。图中这个四个女子是亲姐妹，她们都是墨西哥塔巴斯科州人，由于家庭非常的贫穷，如今通通走上了代孕的道路。开始是二姐尝到甜头，其他三姐妹见状其收入可观，也纷纷加入了这个一年到头都用肚子赚钱的行业。据了解，他们的主要客户是欧洲没法生育的家庭和同性恋情侣，接一个客户可以赚10000英镑，相当于他们10年的收入。